2018年，世界十大集装箱港口排名，中国占据七席。这个震惊世界的成就，源自于一批全自动化码头的建成。今天，我们来到了青岛港，去看看这个神奇码头的诞生。2017年12月2日晚，来自以星航运公司的芝加哥号大型货轮即将停靠青岛港。公司负责接应的郑毅早已在码头焦急地等待。由于航程中遭遇风暴，芝加哥号的到港时间比预定的晚了接近一天。如果我们船舶到达了以后不能按时离开码头，那么就会耽搁下一个港口的靠泊。有的时候为了赶去下一个靠泊窗口的时候，我们会加速，这样会增加燃油的消耗，反而呢给船公司增加了很多成本。为了弥补被耽误的时间，芝加哥号需要在极短的时间内完成所有集装箱的装卸。这艘十层楼高，相当于三个足球场面积的芝加哥号货轮，运载着1785个集装箱。传统人工码头的工作效率根本无法满足这样的操作需求。面对急迫的形势，导引船将芝加哥号引导到了一个特殊的泊位。深夜，空无一人的码头悄无声息地运转着。天亮时，1785个集装箱在9个小时内全部装卸完毕，这就是青岛港全自动化码头所创造的世界奇迹。这里就是青岛港全自动化码头。作为中国第一批全自动化码头，自2017年5月投入运营以来，每天有来自13条航线的各国货轮频繁往来，港口的标准集装箱年吞吐量高达150万标准箱。集装箱被誉为20世纪物流行业最伟大的发明，它建立起一套标准化运输体系，将世界贸易紧密联系在一起。集装箱的吞吐量和运输效率是衡量一个港口最重要的指标。桥吊司机郭磊已经在青岛港传统人工码头工作了14年，每到港口忙碌的时候，几十位码头员工需要连续工作13个小时以上，才能完成一艘芝加哥号货轮集装箱的装卸。我最高一小时能打比方说能卸50个集装箱，但是我5个小时以后，我可能保证不了这么高的效率。人感到疲劳的话，你的效率会降低，你的安全保障会降低。改革开放后，中国率先开放了14个对外贸易港口，位于胶珠湾内的青岛港便是其中之一。随着对外贸易的激增，港口越发成为中国与世界金融体系交融的纽带。迈入新世纪，机械装备和互联网技术飞跃式发展，持续增长的货物吞吐量与近无可近的传统码头效率之间逐渐拉开差距。世界港口集装箱运输开始迈入自动化的新纪元。1993年，世界上第一个自动化码头在荷兰鹿特丹港投产，自此智能化自动化港口建设成为各国抢占的高地。在这场科技的追逐战中，青岛港成为中国港口的排头兵，率先将建设全自动化码头的计划提上日程。2013年，具有多年码头建设经验的53岁的张连刚成为负责人。因为这个是在整个港口界是最高阶的一种作业形式，也是科技含量最高的。以前这些东西都是欧美的一些专利的东西，就是他们所特有的，所以要做这个码头，我觉得我们就
开始真正的往最高峰来冲击。张连刚抽调了60多名技术骨干，组建了项目组，先后奔赴荷兰、英国、德国等国家进行实地考察。杨杰敏就是当时的项目组成员之一。我们去看之后，实际上欧洲也是出于礼节性的简单的接待，其实我们内心当中还是有很多的技术问题想要做深入的交流，但这些问题在这种参观访问当中是拿不到任何的有价值的信息的。眼前这些车辆便是实现码头自动化无人化的关键，它们的名字叫做自动导引运输车，英文缩写为 AGV。 这种无人驾驶的货运车能够代替传统的人工，按照设定好的程序来回于码头与集装箱的堆场之间进行运送集装箱的工作。而在当时，全球范围内掌握 AGV 控制系统的只有一家公司。但是我们在跟他沟通的时候，我们想做的一些创新方面的东西，包括这种 AGV 的动力系统，他们采用的是铅酸电池，环保性比较差，而且它的寿命一般是2到3年。我们当时就认为我们应该采取更环保的电池系统，但是欧洲人根本就不接受。项目组决定抛弃原有的方案，自主研发属于中国的自动化码头。消息一经发出，这种从零开始的勇气与决心却遭到了许多业界人士的质疑。他们说，如果你这个不用国外的这些所谓的先进技术，依靠中国国内的力量来做这个，将来一定不会成功。外界的质疑声并没有动摇项目组的信心。张连刚深知时间就是金钱，国外8到10年从研发到投产的技术周期无法适应国际物流快速发展的现状。为了追赶上国外的先进技术水平，项目组夜以继日。我们粗略统计一下，开了2000多个会，我们用了不到国外一半的时间建成投产了我们的码头。最终项目组研发出寿命更长更为环保的钛酸锂电池，首创了自动循环充电技术。我们这个可以叫做是补电池，就是用一点补一点，就像那个人吃饭，我们这个不是一顿一顿的吃，我们是吃零食，走一圈就吃两口。那么这样的好处就是它的那个电池的使用寿命可以成倍成几倍的增加，所以说我们可以用1吨多的这个小的电池组，可以使用寿命达到12年。随着系统研发的不断完善，这个无人码头的神秘面纱逐渐被揭开。2017年5月11日，青岛港全自动化码头迎来了大考。在全世界同行的目光汇聚下，项目组准备了一艘可容纳13386标准箱的超大型船舶作为测试的对象。超大型的集装箱船，7条线同时作业，边装边卸，胆子太大了，做的也确实是不大考虑里边可能的风险。随着一箱箱货物被装卸到测试用的货轮上，中国自主研发全自动化码头的梦想也被一点一点的铸就。最终青岛港全自动化码头以每小时每个桥吊超过90个标准箱的效率打破了外界的质疑。因为自动化码头在这个之前没有一个码头的作业效率可以超过人工码头，我们是颠覆了它这样的一个概念。2018年4月21日，青岛港全自动化码头再次刷新最高纪录，装卸效率达到每小时148个标准箱。中国掀起码头改革之风，国内各大港口纷纷走上码头自动化之路。目前中国已形成环渤海、长江三角洲、东南沿海、
珠江三角洲和西南沿海的五个现代化港口群体，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通了航线。2018年，在全球港口货物吞吐量排名前十名的港口中，中国港口占据了七席。中国正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参与到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经过改革开放40年的砥砺奋进和开拓创新，世界上最大的吞吐量、最大作业机械密度、最先进的全自动化作业水准，一个又一个的世界之最，奠定了中国不可小觑的港口与经济实力。中国已经驶向由航运大国向航运强国转变的伟大征程。